八点了，八点啦，晚上八点。我比较好奇，他这个游戏的录影的记录档会不会很大？就会吧，100G，疯了吧？等一下，你们是说那个在哪里啊？我刚刚啊，你不能露出来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找那个输入的地方哦。下面单人，单人，单人，然后自定义加入，加入自定义，自定义加入，进入自定模式吗？这个吗？对对对对，加入哦，不是开启的。嗯，啊，他怎么在这么正中间的地方啊？我一定要先对啊，我就说对啊，我一定要先遮遮哎。白痴，怎么一堆吉娃娃啦？等一下啦！你是怎样？你学长啊？想找加入吗？怎么办啊？全部都吉娃娃。你随便挑一个啊！阿旺贴那个啊！哦，那一串马。哦，你是说马哦？不是找东西遮哦。它会显示在那边哦。嗯，对，嗯。你要拿一个什么挡住？我先拿大虾虾把它遮起来好了。对，你就先拿一个超大的东西把它遮起来。它会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上面。这你就把屏幕直接把它关掉就好了嘛，游戏画面也关掉了，进来之后再打开就好了。进来了、啊，可是它不是就显示右上角那边就打開。右上角单人，单人旁边。单人右手边一点。有，好。好啊，那不行，露出来了。好，出发。好了。Go. 好。你怎么名字怎么叫 M E I G 都公沙会？很念。这游戏简单来讲就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我的天、啊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玩过魂。P U B 啊 ，R O 版的 Low End 魂哦啊 ，R O 版的 Low，R O 版的 Low End 的大逃杀手法，大逃杀版。那我要选这个。我什么？他们说玩起来跟什么黑色？不知道怎么解释钱啊！太快了吧！我在乱选呢、欸。没事，我已经先选了。我选了。滑鼠环顾四周。哎、欸，大家各选一种哎、欸，好猛啊、喔！没中奖哎、欸。可以看一下 N， 它上面有，如果你是照推荐装备走的话，会有数字。什么叫推荐？哦，它数字越大越、啊、哦。那我可以坐热气球直接走了吗？应该我没有试过啦。拜拜，我们去风之谷玩。我也去了，这里是哪里？等一下他还好没露内裤，吓死我！我也是很怕，你知道吗？刚刚。哎、欸，会怕、啊。速度好慢、喔。别跳哦！再按空白键就好了吗？哦，可以。对，按一下空白键就跳了。他、啊、怎么有人跟我一样啦？是谁？嗨，繁星。先不要打架啦！因为我踩到一只野猪了，踩到野猪了。野猪，所以现在是要赶快捡枪，然后开打的是意思吗？他的装备是要自己做的，所以你要去地图上收集那些材料。哦，然后你就看、哦、包包怎么一下就满了？他包包是只有十二格，所以太麻烦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加？怎么合？怎么做啊？怎么做啊？有点中间随便点一下，是不是 ？K。K 可以做哇，那个装备哇塞！你看没有？你看右边它会有预设给你的，然后你捡东西的话，如果那个东西的左上角有个黄色星星的话，就是它推荐里面装备需要的哦，它只会帮你拿你所需要的。对，那如果你可以东西是已经可以做的状态的话，你看你的右下角它有一个扳手跟那个旁边，它会显示你可以制作的道具有哪些。哦，对啊，有星星的才是推荐做的啦。OK， 因为他的角色有分就是物理跟魔法系的。嗯，好、啊，我要想前往下一关。啊请问快被野猪打死该怎么办、啊？快跑！你好惨哦！你也太惨了吧！他不是所有的角色都可以打野怪的哦，所以有主线路线可以走 是，就是有他有怪物的等级啊，然后跟有装备的影响啊，基本上装备影响是蛮大的哦。啊，不就真的好险？我们第一场没有跟一堆可能观众啊什么玩，不然我们会直接爆爆炸。对啊，我们物品栏已满了，我的天！所以东西捡不起来。它是怎么回事？你如果要捡的话，你按 F 它没有捡起来，你可以直接点用滑鼠去点它选。啊，你右下角那边有一个小工具栏，是它告诉你说现在已经可以合出来的东西，你可以直接点那边，它就会做出来。对，天哪，我滑鼠点它也不让我捡呢、欸？为什么？那就是你的包包满了，你按 I 包包满 I，
我包包二至十二，对，他包包很小，超级少，二至十二，我只捡了两个东西而已啊。你是捡两个东西哦，没有，你应该，你如果按 F 捡不起来的话，通常是这东西是你不需要的啦，就是它预设没有设定，对对，你就不会让你捡起来这样。哦，它有一些精华也太麻烦了吧，我离超远呢，哎呦，哦，可是有些地方是限定区域才有的，对，就很麻烦。所以我现在要去，哎，白痴，我这边怎么这么远呢？他可不可以开车啊？他可以骑，按自己，按运，你有没有看歌啊？没有看教学的，没看教学啊？对啊，没看、啊，是不看教学就在打架、啊？不是，当然啊，我们是打架、啊。我那时候九层都捡不起来，是正常吗？没有没有星星的，他会预设你不就是不让你捡啊？因为那些都是你不需要的、啊，所以代表你可能跳的地方是跟你的角色不合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可以看看那个哎、欸，你可以看上面就是地图左边的那一栏，它会如果有黄色星星，就是这边就是有你需要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可以赶快去下一区，就是这区没有掉的。黄色星星哪里啊？我有看到布，但是我捡不起来。嗯、哦，升等了，主 Q 码负一。我去看一下云月的画面，我还是不懂，学一下，我还是速度跑一下，这很强哎！我按 F 没反应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开，我再开，来开你的台，等他一下。哈，这什么游戏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云月没有跳 F 出来？对啊，我不能捡了，为什么？是有些摇杆，你按键跑掉了。对，会不会你按键跑掉了？看一下设定好了，你看看你的按键。哎，你的是 T 哦。啊，他反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不对 ，T 是查看吧。F OK 解了。哦，才输入法卡到啊，有机会哦。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哦，这个好强哦。哦，什么？我要先按 T 再按 F 才能解了，那麻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要比人家多一步啊？哇塞，你那是困难模式哎、欸。哇塞，阿旺应该要这样子玩才对啊。对啊，哎，对不起，久等，对不起，我只是路过。为什么你遇到久等？遇到野怪，没有啦，遇到野怪啦，那野怪久等啦，白痴。野怪久等，哦，他回血回好慢哦。我刚去，他回血回蛮慢，你要去找食材，都要吃东西才会回血回的比较快。哦，有哎，陆地上就有一些什么草啊，什么鬼？对对对对。最推荐就是城镇旁边会有那种小麦田，你就把小麦全部收光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都离开了。对啊，都离开了，好哭啊！有很多，好不好？谁知道那可以采啊？直接攻击我，直接攻击我！你们在路上有看到那个药草的话，可以捡它的药草，可以做洪水跟蓝水。哦，长怎样啊？就是草的样子吗？你经过他要写药草两个字的话，我只看到一堆花，可能那是不能采的吗？绕一下，真是太谢谢你的解释了呢，阿王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阿干，怎么有七等的狼？不要！哎，等下你们那些怪物都是主动打你们的吗？没有是啊，我路过他就开始揍我了。哦，这么凶啊！你遇到这么凶啊？我这边也太和平了吧 ，so peace。这里也是很 peace 哎、欸，我自己都没东西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自己在逛，然后自己在研究怎么做东西。哎，我打赢了，我打赢了，快点！我已经开始当矿工了，不要吵我。我在砍树，我在砍树。它有一些精华是不是不好拿、啊？对，有，它有一些道具特别难掉。会啊。哦。那它东西做好是自动会装备，还是你要自己装啊？哎、欸，白痴，我这边有人说过，它有一二三，基本上会自动装备啦。哦。哎、欸，救命啊！欸、有人收过就不是啊。那个我跟你讲，我都是猎人呢、欸。我们现在人那么少，根本碰不太到吧？除非我们刻意去搞吧。真的？可是我这边刚刚有人收过。哦呦，我看到药草了，看哪啊？药草掉的，它还会掉那个什么神秘粉哦，那个是可以做瞬移粉的东西。哦，闪现嘛。对对，可以传送啊！哦，可以传送，可以传送啊！有传送门。我跟你讲，这乌龟亲的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吗？我们都还在那边踩东西，踩东西，我们就超过六等了。对啊，对，他捡东西也会有经验值。对啊，太神了吧！应该留一个就好了吧？七等了，我也是。
我要怎么做我的武器啊？等一下，刚刚谁说当矿工？谢谢你帮我挖矿。我地上挖矿就走了。地上有矿捡呢，好开心啊！地上有挖完没有捡就走了，这个矿工。就可能他不需要啊，他矿他不让我捡，然后只捡一部分而已。哦哦，哎哎哦，我是哑铃哎，八卦。我可以做好多八卦啊！你这讲的太那个了。哑铃。我是远程哑铃，我可以多做的多做装备是不是没用啊？没有装多做没有用啊！一次做一个，他推荐有出现我就做了。对，手上捡到的是这个吗？或者是多推他有出现我就做了。我身上没有铁锭啊，这不是铁锭吗？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他是、啊、他那是金锭啊！哎呀，我玩的好忙啊！哦，没有没有，第一场都这样啊！哎、欸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哦，他这个哦，这边哦，哦，新的哦，哎、欸，那后面看到是谁？你们碰到了是不是？啊、遇到了是不是？我看到地图上有亮一下。啊！他去哪里挖铁矿啊？传送门、欸，他有哎呀，怎么圈突然要来？你要往下挖，补给箱出现在哪里？哦，五号区域。哦，有哎、欸。你如果不知道那个东西会在哪里出现的话，你点他一下左键，他会开地图，然后跟你讲说哪里有。哦。什么五号区域？你那个区域是每个看不一样啦，没看得到。他刚刚说那个是你的那个顺序，推荐做装备的顺序。哦，哦，你在五号区域嘛？废弃牧场是不是？太远了吧？开过箱子了。嗯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来啊，久等你有啊？不对，我血怎么那么少？要求，抱歉，走了。嘿嘿嘿。嘿嘿，还要他开那个箱子好慢哦。对，他就比较慢慢开。哦，那我都全部拿走了，谢谢大家。尽量拿，尽量。我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天哪！这个吗？到处开箱啊。哦，是啦，刚好开到我要的。哦，我也找到药草了。药草，我记得下面好像有看到有药草。药草应该是到。就是野外啊，除了道路上应该都会有的东西。哦哦，它这么的频繁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就是它可以做洪水、拦水。哎呀，有人遇到是不是？我被狗打，有人遇到，我被狗打。哦，我是骑羊驼经过而已，那么凶。啊，对呢，可以骑坐骑，我都忘了。对啊，可以骑坐骑啊。我直接在那。哎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他妈干什么东西？啊！打架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好奇，我要去打。我怎么捡到东西？我好想要打架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好想要知道你们大家在哪里啊！我刚有看到一个人，你看到谁？他会有提示你，所以你说什么？你的脚步声会影响到什么人？对对对，就是你附近有人在打怪或是什么，会有一个红色的提示。斧头。哇，那这样子我如果都很沉。很安静的话，你不知道我在哪。完蛋了，我按到闪现了。没事，那个去采药草掉的那个神秘粉可以做。哦。啊？哦。那闪现的粉叫什么？空间瞬移。他硬要把它拆成五个字。对。哎、欸，他哎、欸，这边是不是有人呢？打架啊？这是谁？哎呦，这个是不是有人在这啊？谁啊？谁这么恐怖？哎，白痴按错键了啦！按到闪现了。因为每个都要闪现啊！你跟我一样没事啊。啊，木材是拿来打人的。哦，木材两个可以做一个那种就是丢人的原木。这么凶啊！丢人的，这么凶。还有很多道具是可以攻击人的。哎呦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赶快跟我们说。要问到是不是？一个一个来，我不知道现在已经遇到什么，怎样才能赢？怎样才能打死敌人？怎样才能打赢你？你就滚到最后，等人家打完，你说你再过去捡的。屋顶来已满，要当黄雀就对了。对，史莱姆王哎。对啊。哎呦。哎，是谁？是科博。哎，怎么死的人？哎，不对的。打怪吧。我一直在打怪啊！那我要捡。就路过遇到怪，我就一直在打。
哇，我现在都在做东西耶，哈哈。哎呀，搞不好靠装备赢一波、啊。没有，我自从五等发现我可以打赢一只七等的狼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打野。哦，你很夸张哎，五等打赢七等。不是，我一本正经打五等的野猪，还打赢三只，你知道吗？就他职业很不平衡啊。我要死了！真的要多打怪、欸。好吧，那我也去尝试打打看好了，不然啊，这边有个四等的猪哎、欸，嗨，猪猪。也是要看职业，有职业有吸血什么，就我的随便打随便赢。我试试看了，我相信你了，小雨。好，药草接下。就我到现在只有做一个武器出来，到底是搞什么？请你们吃蛋糕。哎、欸，试试看了，但是我快死了。哦不，死啦！活下来、啊！赶快去找小麦做成法国面包，那个超补的。哦，小麦不能捡哦。哎、欸，赶快吃！这里谁抽过？我要的绳子太远了。哎呀，这边有人，你会玩了、哦？没有，我只是刚好就是你点东西，然后你缺的素材点进，他就跟你说哪里有那个素材。我没怕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当怪吗？你给我换素材，我不起啦！把你当野怪打。喂，太，喂，吃衣服，搞回来。哎、欸，他喝水要喝太久了吧，白痴、喔！他水要喝很久，你要先喝。你给我回来！不行，我觉得大家都在这附近了。我跑了！哎、欸，月月怎么在这里、啊？你怎么起坐来？不要，别跳我！月月，我先走、啊。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这有一个箱子，给你。我也快死了！哎、欸，这有个超大箱子。好，一起开！送你！一起！算你！合作是不是组队？他要开七秒啦！他要开超久的了。那是空投啦，给你。那是空投，对，空投。哦。小雨奔你啊！真的啦，我不要，我跑走了。我们是好朋友，真的啦。你刚跑到快死掉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先打人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栽赃我啊？你先让我跑的、欸欸。我打一个 Q， 我就哎呦不对，我就离开了。哪有？你 Q 完之后还有普攻还是什么的、欸？哎，想骗我？没有啦，要骗？完蛋了，对不起啦，完蛋了，我闪现没了。啊，那你再做啊，再做啊，再做啊，路边再捡。哭啊！这太常按到了吧？你怎么可以打一个掉的老头？欸按到過欸、他位置可以换呢。哦，刚刚是不是有人说在打史莱姆王？谁啊？谁打史莱姆王？好垃圾哦！谁打史莱姆王？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快走！哎，你们就是地图上有一些不是有就是有草的地方吗？什么西部绿洲啊、生命之海，它不是有草的图示？哦，那边的话，你去拿一个叫什么沙草纸、啊、还是什么？它可以，它两个这个草可以做成一张卡片，卡片就是像是角色的被动效果。好耶，消耗品吗？不是，它就是常驻的被动。然后一个角色通常会有拿三张卡片。哦，有哎、欸，那个卡片影响蛮大的。嗯，白痴哦，请你吃蛋糕。哎、欸，汉堡包，汉堡包，他的大招是累积的。有感觉得出来，还好像就是你打完之后才会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有打怪，或是你有在地图上找到一个紫色的金球，就是吃那个，或是打怪才会回的。嗯，所以大招是尽量是关键时候再放，就是打小怪就放大招的话，会很亏。你怎么那么痛？我有炮台啊，我是雅宁加亚菲利欧，好底，双牙。你牙起来啊！好了，牙起来！妖怪，妖怪，妖怪！哦，不碰满了。哦，这游戏其实都摸，就是大概摸一下，大概要做什么之后，其实我打不赢你。很忙哎、欸，其实超忙哎、欸欸！叫我，打他，那边会来。不对，那边打。不对。阿友，阿友，他是很贱。我马攻来了，他打。阿公慰藉，慰藉。这边刚刚是不是有人啊？哦，没有哦，好吧。不要过来！我哥，我干你！我救你啊！救死我了！救命啊！你说补血怎么补比较快？吃东西哦，吃东西，吃东西，把做成食物之后再吃。对，跑掉了，在哪里？然后有一个这边看到小婊子，
哈哈哈哈哈！牙白呢？中高派哦！哎呀！哎呀！这样，史莱姆王哎，我看到了他。补血补最多的是小麦做成的法国面包，他可以放一个锅子出来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吃饭。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补品，我完全没有任何补品，我要死了啦！赶快去找小麦。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武器。我们可以这样子啊。小麦，哎，我怎么只看得到其他？我怎么切是切换那个、啊、看的人？我不知道哎。我现在只看着、哎、这里是不是有人啊？一峰，干嘛？一峰，哎、哦、呦，你怎么可以派史莱姆一拳揍我？我怪，我们第一。我想看那个、哦。太多怪了，八百次。好了，那反正我就看你。我来，来。来吃蛋糕！喂，假鸡狗，快死了！假鸡狗，打不赢了！啊，蛋糕在送你啦！哎哎，不要！哎，快！你赶快等来！嘿！哎呀！我你没有看到。厨师打赢剑士了。还有平底锅帮我打死了。好了，乔影子可以来陪我了。哦哟！哎嗨，你好，哈基，嗨哈基，哈基。哎，你有贤者之石哎，真有一颗。不是，那我要，给我，谢谢。小雨刚刚没有很惊，有没有被吓到？不是，我在打，我都打在史莱姆身上，打不到你。你冲过来，然后旁边有三只史莱姆，这是你的召唤兽是不是？哎呦，数字在哪里？他是正旁观其他人，还是可以走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按什么键都没用，还是他只能看把你打死？好像只能看把你打死了。这厨师其实真的不错哎、欸，可以自己回血，好赞哦、喔！对，好强哦，公牛的，他可以自己吃东西回血，不用吃吃哎、欸，而且是招式的，是不用管那个做东西，爽、欸，然后有魔就好哎、欸，对啊，好爽，太爽啦！在圈说老慢，哦、对，这是我刚，因为我刚刚有调，想说大家第一场。哦，对哦，阿旺赞呢？等下可以调成正常的状态，正常人家很快，是不是？正常的话，你外围的东西可能要先捡。哦哦，这样再捡。你谁？哦，你谁？看什么东西？树枝。我们一起去找团团。为什么？打他！小雨有点深哦。快说团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在我刚遇到你的附近。哎、欸，这边，没有很远。我躲起来了啦，我走了啦。哦，这个村庄哦，笑。我这里还有树枝。不舒服，躲起来了。舒服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怎么玩这个妹子啊？哦，他们说团团你全纸装，难怪我会打死。哦，对啊，我全纸装。太扯了，我团团是有玩过啊。我没有啊，我刚刚就慢慢在摸，是我前面都不知道在干嘛，我都没打怪啊，我在那边默默做装。太会做装了，你太会做装备了吧？而且这样，小雨，你们观众的情报也是很快呢，马上就会跟你说我全纸装。你有看到啊？观战桌上可以看到。是谁啊？嗨，繁星。繁星，繁星要干嘛？哇，你十三等嘞，怕啥、啊？谁是三他一定打得赢我啊，他想要留到最后吃鸡嘛。没有啦、啊、这只我这只是什么小角色、哎哎、遇到人了哪里、啊、那是哦那是宝藏妖精啊。宝藏妖精很像一个普通人会掉纸装哦。你给我回来！平底锅又在挥了，平底锅又在给我回来。我掉了一个法杖呀，就有法杖哎、欸、可是那法杖好像对我来说没有用。你是拿平底锅、啊，你又不拿法杖。对啊，我不拿法杖。我记得你那只是武功，揍回去啦！很嚣张哦，一边打野猪，一边打宝藏妖精哦。好拽啊！猪猪不要你啊！他掉好多卡哦。有他掉好多卡哦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不是不应该打、啊，我都自己做出来了。好像你都做完的话，你可以赌看他会不会掉金装啊？
哦，还有这样子的满、哦、配，满配。我看到紫色的法杖了，所以是在这附近。耶啊哇！被发现了，他在等。啊，我很废啊，我十二等而已，我要走。哦啊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在哪里？团团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打他吧！我要去练等。笑死！羽毛拿不到了，羽毛在边界外了。我的天！你可以吃毒进去吗？吗？没有，我是疑问，我是疑问啊。它是一个实体墙吗？还是它好像跟那个一样，就是它哦，小麦圈越小越痛。哦，哎，团团，你踩小麦。我可以，我现在只需要回魔力的。没有，他小麦做出来那个就是血跟魔都可以回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啊、哦，那才是那个法国面包吗？对对对，法国面包是最补的。嗯，但是他就是你要停下来才能用的。嗯。那法国面包放出来有一只鸡，那个是对的。是啊，他坐着吃。啊，他就是鸡嘛。他那个就是料理啊啊！如果你之后有抽到 skin， 可以换掉。哦。我做爆，做好的法国面包一点都不法国。啊，你自己看太阳饼也不太阳啊。哎，老婆饼也没老婆。对啊，老婆饼哪像老婆？你老婆咋样？老婆。干嘛？我就说你老婆很圆，然后又。干嘛？又要拇指公主了，是不是？要拇指公主了。哦。哎，为什么环境这边会雷电啊？哦，那个是危险区，那个电到超痛的哦。厉害吧？哇，你好强哦，范青。干掉过你的人，两三场干过你的人。你们，范青就是打架很强。我就打赢他啦，好开心哦。对，他超哎，你们两个打我一个嘞。然后，范青，你那是你的 combo， 只要连续打到三下，你自己会获得我的护盾。我感受到哦。好啊，我突然这么大声，来呀、啊！先让我喝水，我想喝水。你也是全紫装哎，好强哦！我想要吃个肉。哎，干什么？干走！打架了啦！不是啊，你们都练等练那么高等了，我要练一下啊！啊，这里是谁？哎呦，好啊！哦、他们打起来了，他后来拖两只怪在打、啊，你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就是怪越多，我回血回越快啊！哦，真的、啊，哇塞，哇，好扯哦，扯、哦！哎呀，我们换 TD 了啦！哈哈哈！哎呀，哎，我们上榜过哎、欸，这样子，也怪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好吗？哎，也在外面了哦，破庙有可能。咋啊？啊，蛋糕吃一下啦！到底在哪？去哪里？你要圈圈哪？哎、欸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了。那个平底锅超凶的吧？吃蛋糕！好，我在哪里？快点！平底锅超派的，我要拿来嘛！完全不理我、欸。没啊啊！我在激战，激战没办法看。我要帮忙，我要帮忙，快点！在哪里？哪边？哪边？激战混战，融化石，荆棘森林。我出没了啊！雷电，我看其他人哦。那个雷圈，雷圈，那个危险，危险！我被电两下就残血了，那个超痛，小心！哎呀，忘哎。哎呀！哦，去那里！我要死去了，我要死去了，我要死去了！好不愿，雨月，你要活下来啊！你是找人被打死？哎呦，你怎么可以斩定我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！雨月，帮你补血！救命啊！我要帮雨月，雨月在哪里？雨月吃木头！哎，木头！哇，雨月被杀了！啊，我们两个怎么打的？那么久都哥打不起，我找不到他们。残血啊！对他剩一点点，哎、欸，让我喝一下水会怎样？你们在哪里？让我喝一下嘛。超烦！这个游戏我只知道我在做东西而已。你如果可以做一个超强装，那你就是哦，我的嗓子好大，刚好弄到的啊！哎、欸，我绕了这个村庄三圈了、欸，哎、啊，阿人嘞，完全没看到人，他们在边边。对，好，我来。嗯，我是要溺死的呢。阿基那么安静，
你躲起来。对啊，他竟然活着哎！这边呢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来啦！渔夫来了，渔夫来了，渔夫来了，那边买包包。哦，渔夫来了，渔夫设计的，渔夫来了，渔夫来了，走了，那跑太快了，很夸张哎。抓不到哎、欸！走了，我来，我坐骑。走了，钓鱼了，钓鱼了，钓到什么鱼？啊！你们好多人，好多人来了！啊！你们四季打、啊，没有想到居然会一打三啊！我的视角现在到杰瑞身上，好会哦！杰瑞他要跑了吧？杰瑞只是刺客、欸，好恐怖！一直藏技能角，是不是？怕爆！杰瑞嘞，你要打架、啊？好，来，打了！那我要没我先尴尬。我想看他们打架、喔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只看到杰瑞啊，可恶！那我去打架。看到杰瑞，你来啊，一起打三人混战。在荆棘，我看到，在刚刚那个地方。好，换你了，杰。荆棘森林。哎、欸，快走！哦，你们看戏吗？哎，有，看到来了，三个打架了。好痛哎、欸！哦，好痛，超痛，超痛、欸！杰瑞打死了，我被秒了，我被最后秒掉了。海龟，那个，哦，海龟要赢了吗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鬼？哇！好恐怖！对不起，哇！我们看到人，人在哪里？他们在剧目场这里，他们在剧目场，剧目场啊，剧目场靠近。快点，快点，当然烧头了，烧头了，你要烧头啦！我打了好多野怪，反正你看有没有法国面包，赶快吃。有，我好像掉一个，我有一个，赶快吃。打开包包吃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小心雷电，会被电到。没事，没了，他消失了，他消失了。我都丢掉了，没有吧？我的尸体有。我按右键移除了。移除它应该会丢在地上啊。被吃掉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它应该会放一锅水。哎呦！我刚刚打开包包啦。你要，你没有按到，你要对它按 F。我没有用啊。按 F。有了，哎，这补好快哦，好补很多，可以吃两桌，哎，这是最补的。我看到它不是法国面包，它看起来像是一锅，它就是烧水鸡，哇，超大一锅，哇，啊，如果是打双倍的话，就可以大家一起吃这样，哦，大家一起吃，哎，我放一个啊，先大家一起吃啊，等下应该可以开 AI， 因为 AI 很笨 ，AI 不会做庄。不要被 AI 打死，那意思就是我不被 AI 打死。看到，来，哇，你竟然弓箭手！哎，你弓到墙壁，你弓到墙壁又被拉过去，好痛！哪里有字啊？右边这个就是小麦啊！哦，有，手会脚呢，这个弓箭手。哇，你是那个吧？可是反应这个很黏呢、欸，超黏啊，黏的他不要被他脚吧？哇，掉光了！哇，太萌了！对啦，太乖了！好黏哦，那只超级黏，好扯哦！他的角色很不平衡。很强哎、欸，一万三，好扯，好扯的哟！哇，三十分钟这样过来，对呀、啊，好困、啊。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，没事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你回太多了吧，阿旺，三万呢、欸？哦，这是就是一直吸血啊！你没看到他刚刚一直在疯狂吸？对啊，我没看到。人越多，我吸越多、啊，因为他是打到一个人回四。哦，还好，先把杰瑞干掉了。杰瑞那只伤害，不然他一直回下去了。可是他血量不高，我刚刚在中途的时候被你们打。不是，就是卢，很卢而已啊，没别的。卢啊，卢啊。他打人其实没有很痛哎、欸，我觉得。他在辅助脚啊。很卢而已。还有一个人再开一下。有了，好，开来。哦。他加的时候要等一下哦。有。的画面。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太强啦！
打一些没有用的关掉。刚刚玩到手在抖哎、欸，玩那种吃鸡的好像都融掉，吃鸡假的啦。而且还记得我的滑鼠垫中间不是融化吗？对，滑到中间都被吸下去。天哪，好陷下去。对啊，那你们要就是要开 AI 吗？还是好啊，开啊。开一点 AI 让我们可以AI、啊、刷个刷个那个刷个经验伤害。来来来来，那就缩圈是一般速度哦，所以你们有外围的东西要赶快捡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可以换位置哦。对呀、啊，也可以倒数你。哦，这样就有了、哦。角色的话，它左边会有属性、啊、所以。单人的话，通常不建议你选攻击只有一格的。哦哦哦哦，对啊，我看到攻击类哦，他竟然没有显示的、哦，是在外面才有的。对，我以为是没有显示。对，里面没有显示。哇，有中暑哎！不是，我在玩我刚刚那一只。不行啊，刚被平底锅揍，我也要来主持。哎、欸欸，我还没选，超鬼！他选角画面真的超鬼的。他在看我，我也玩到平底锅了啦！哎呦，我还好。来一起平底锅了啦！好啦，平底锅叫我跳这边。哦呦，哎、欸，我看得到人跳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平底锅叫我要跳的地方也太远了。没有内裤。对啊，你不讲你讲我内裤是？没有啦，我是说就是对。Hello。还有跳的地方有一点哦 ，AI 还 AI 都一直跳哦，这个是仙人掌怪呀、啊，仙人掌怪，对啊，哦，哎呦哎呦，他五等哎，安尼刚丢，你不要打他就可以啦，整个打他，超多仙人掌，丢，完了啊，我怎么到一个没有完全没有房子？我这一只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他的招式是丢松，把松鼠丢出去、欸。对，那是可以的吗？哎、欸，他们怎么电脑自己打起来了？内讧啊！电脑自己内讧、欸，电脑会内讧。那、啊、怎么没让我打一下？赶快多做一点装，你知道有做出一件装你就赢电脑了、嗯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更新啊？可是有了，大概是两个礼拜前。有更新过就是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改那个。嗯，这种感觉都没啥无聊。我 AI 打得很火热的。对啊，打那么火热。对啊，他们怎么都这么快就找到人打架？啊，为什么？左上角写现在的人数，现在还有26个。哦，所以还有十几个。哇，我数学不好啊，好远。这游戏前期根本就是在跑图游戏嘛，对，疯狂跑图，月骑马，好险可以，对，还有骑马，我忘了 ，Z 骑马可以踩东西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就是他踩，就是你要跑图啊，比较好跑。哦，我想说我在踩东西，嗯，骑马看看，哎，哎，史莱姆王你冷静，史莱姆王你冷静，哦。哦、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不行啊！哎，你要被野怪打死了，你要被野怪打死了吗？对，白痴，你这个七等的，不要打我！怎么七等的？我才三等！啊、哎！我们现在暂时不要打吧，这边太可怕了。我要走！我七等的秘籍，七等在我旁边呢、啊，太恐怖了，吓死了！杀人也有经验呢、啊。是啦，可是他七等的不没有，他是那个，哎、欸，看是不是有一个？哈，这边怎么有一个电脑？哇，你很凶哎、欸哦，搞鬼来哦，凶搞鬼！他说，你逆风杀人啦！可是他残血，残血在石头旁边。你不觉得我很好吃哦？我跟你讲，我下次绝对不会再跳这个鬼地方了，我快气死了！你是跳哪里啊？我跳那个沙漠的地方。哦、沙漠狗头人等级比较高。The magnetic field will be activated. 狗头人是主动的。对啊，好。一下子就派。哦，这边有四包哎。四八六。AI 的四包就嗯。
哦，真的是很忙呢。哦，我都没有做装备的呢。你都没有？那怎么没有铁板？啊、来看看啊，小雨该不会还是跟我在同一个区域吧？没有，你走去哪边？哦，那就好。很怕晕倒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小雨会来打我，因为我刚刚上一场打他。暂时还不会。不是。白素贞，我全身没有装，要怎么打、啊欸？他居然有那个弹跳果子，哎，太好笑了！哦、有。我外面有一个，外面有一个人、哦，怎么是这个法杖啊？我不要这个。干嘛说？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讲武德啊！这怎么跟快捷键上的东西换位置道具？打开包包吧。哦，你按 I 对。对、欸，包包有左下角的物品可以换。哦，你是被电脑杀死？刚刚就是这样子把东西丢掉的。是不是啊？我被电脑杀死。这个游戏相信不合，没事没事。反正你是开包包之后，我也用好了，用好了，用好了。没有游戏体验吗？你怎么被他杀死？波波，波波，你选什么角色？你选哪一只啊？我就是那个亚尼加亚菲利欧啊！哦，那只好像很脆，那只刺客吧？那只是刺客、哦，紫色的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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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这样子的？什么东西？你不懂啦！我被打了一个歪头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所以他哎呦，我怎么不能换人嘛？我不然等一下，就是你们回大厅看一下你们要选谁，我们再进来。嗯，好，还可以，大家也可以摸一下技能。他有没有类似可以练习场之类的地方？有，他每个角色有试玩。哦哦，哇，小雨好凶哦！小雨开始在到处找人啊，快跑、啊！我没有，我在拔草，突然有人冲过来要揍我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揍回去而已啦，没什么。我在拔草而已，我在看有什么好做的。你确定你不是在农民 PC？ 我不是。你说看，你说帮他除他坟墓的草。太坏了吧！先帮他建粉，再除草。太坏！再一个从我旁边走过去的 NPC， 草已经这么高了哦。看到这个草吗？这下面的啊，我也矿工组长出牧场。嗯，好凶哦，小云。啊！我下次不要再跳那个垃圾沙漠了。其实超气超气，我一下去空的。嗯，魔法逆哦，逆哦，空的。这里是不是有箱子啊？空的，有对，繁星这边有一个箱子。那你怎么看到我？对，我现在又是旁观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记得有几个区域是，就是它上面会完全显示你没有任何你需要的，就是它也没有任何，就是这边有什么东西它也没显示的那种。有的像是影视居所那种，就是你到那边，它大概只会显示小麦，但是那种地方的房子里面的箱子的道具是随机的。嗯，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还是可以进去看一下的。哦，帮我来拔草了。走走看，再看。你在继承小雨的意志吗？我同一只角色啊。哦，这只好酷哦，这是可以控场哎。全要来了，可是我想出去捡东西。捡，哦，他这次就说快多了，这是正常啊。刚刚好像是多少啊？四分之一吗？哦，四分之一，0.2。嗯，螃蟹不要来闹我，走开！螃蟹，嗨，杰瑞，嗨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这里没有我要的、啊。哎，闪人闪人！到底是为什么才可以被电脑打败、啊？电脑这
我觉得还算好打、啊，你怎么会被吊打死？我觉得没有太低吧，我在想等级太低，接技没接好，或是你刚好残血是不是？我是残血哦，那就没办法。你是在找阶梯箱？没有，好啦好啦，我里面放两个炮台耶，他怎么会走？啊，你怎么玩同一只角色，不换换其他的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在换的时候，他就想必看一下哦，然后结果他就去了，你就去了。哎，好耶！哦，那么远哦、喔！蜜蜂又杀人了啦！杀人蜂！不是，他果然要揍我！有啦，除草除草高手，拿去做肥料。没有，我在打野猪，他冲过来了。做肥料。是新的 kill leader。我在煮饭。kill leader， kill leader。祖孙想要煮饭，掉风元素。到你知道我到现在只有一双鞋子吗？我都没有铁钉。你要去下一个地方找二的二阶地方。我刚在看啊，我要找的那个地方现在被锁起来了。繁星啊，不，云又要封元素哦。去河道吧。他说这边有啊，但是你把滑鼠移上去到那个素材的地方，它底下会有显示取得的路线。有几个东西？就是对，它会写什么东西会掉落。這麼酷，他学他的取得方法。对对对，小狼狼，小狼狼，你是小狼狼，小狼光口哀，光口哀，好可爱。小狼，这里吗？小狼，哇，小狼，等下说五个七的，你叫我打我七的都不会，开什么玩笑？好吉普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谁会砍人呢？砍人了！哎呦，全都说了吗？还在？十五秒，我都说了吧？我就树哦哦，对哦，可以砍树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怎么砍啊 ？F 啊，靠近他，就靠近，靠近他按 F 啊！哦，真的呢！哦，我刚刚唱一场都没砍到树，砍一下。你还要那个挖黑药去地狱门？先做合成台啊！对啊，先做合成台、啊。冰界外，我都没有遇到 NPC， 蜜蜂又杀人了。对啊，我也都没遇到 NPC 耶，为什么你都一直遇得到、啊？我一直遇到啊！那我走一走，他就打我。走一走，他就突然要揍人啊！我都遇到真人哎、欸。啊，你好。上一个人的粉，那个 NPC 就过来了。对，是那个。哦。The supply crate has been generated. 啊。哪一条铁定游戏跟我好不合，药草有一个草专门就叫药草吗？嗯，有对，它在地上，它发光，还有绿色，还有莓果的，所以不是在水旁边哦、喔，是不是在森林？不是不是不是、嗯、哦啊，这是啥？这要开好久哦，那边有人呢、欸，你在开很久，哦、那是空投，我啊，干过你头像，是空投哦，真的呢，谢谢，哦。哎、欸，繁星要打架是不是？要开单了吗？繁星，你的血好好诱人、啊，来呀、啊！牙齿哪个你？哈！哦，哎呀，雷电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还有不要电我，不要电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The magnetic field will be activated soon。大哥，我是在找那个空投拿完，他不会在找要有图标不会消失哦。哎、嗯，不会的。哈吉，哎，你好啊！哈吉想要剪头啊！这招怎么这么眼熟、啊？谁？又谁？啊？怎么又有路？怎么又有 NPC 啦？视频里锅了。蜜蜂，真的哇！蜜蜂，哇！蜜蜂真的好派啊！我已经从最右边地图走到最左边，然后再从最左边再走回来。我只是要找一个铁锭，我的剑做不出来。我都有难怪一直遇到人。我就是一直跑，一直遇到人啊！我不想遇到人。是我蛋糕啦！哦，这是战利品箱。哦，圈来了！我不能挖矿了，我要没武器了，我要没武器了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跟小雨一样，看见我的装备啊！海螺槽是哪个？哎呦，有乌龟，揍乌龟！乌龟掉吗？不要乌龟，揍乌龟，揍乌龟！棒，
面武器，太棒了！哦，那加速好快哦！啊，这角色难怪刚追不到你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皇冠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不能穿啊！超残血的，不能穿吗 ？NPC 吗？对，打他。NPC 看到几乎都是残血啊，他们不会补血的感觉。所以我是 NPC。哇！突然好理解了。嗯，这个嘛。小雨。没有砍你。小雨，你现在几等啊？十二等。The magnetic field will be activated. 是啊，铁的，不说好这有铁。都是骗的，都是骗的。哎，宝藏妖精哎。我没有武器了啦。哦，他吃东西补真的很慢。哎呦，白痴哦，全又来了啦！我没有拿铁。哎、欸，他的电还会这样，他的电弹到树上去是怎样啊？因为格数比较高、啊。这么快哦！完了，你是避雷针是不是？针在上面？谁知道那个树？圈你慢一点！啊、全要骂羊驼，全要骂脏话！哇，你很坏耶！你很坏，怎么这么凶凶？圈你慢，圈慢一点！哇、哦，他慢下来了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那、啊、那个红红的那个是啥？我刚刚忘记了。是干嘛的、啊？危险区域。它、啊、会有电、哦，会有电。那个打到好像是扣你六成的血、啊。哎呦，音乐。哎，你好。剩七个人了，可以打架了。哦，是，该不会剩下我们自己人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！他冷静、啊，他自己冷静。你有武器吗？什么不玩？你有武器吗？你有武器？你按对不？按对，好像可以看到你刚附近看的人的装备。应该就剩你们了，因为为什么他只有什么狂战士之斧？哇哇塞，他只有金装哎、欸！啊，好扯哦，捡矿矿好夸张哦，捡矿矿对呀、啊。你看松鼠，很可爱。哎呀，很可爱。有看见亮紫紫的光啊，繁星。没有装备啊，穿不了。你们有如果有看到贤者之石啊，或者是什么冰星、火星之类的那种东西，那个都是可以做金装的必要材料之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被那个河挡住了，过不了河怎么办？顺，你看顺移粉能不能顺过来？顺不过来你就掰了。还有那草丛放一个眼的、哦，过分了、哦！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不行啊！小雨顺不过来哦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走那个河超宽的啦、啊，不要打。还是我走出去毒、啊、毒会直接死吗？不会。现在可能了，就是他太痛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小雨出大事了，我们的一代战神，一代将神。刚才在讲的就是东西，刚才在左圈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等，现在要打谁？打谁？打谁？出事了啦呗！这边我可以吃吗？我们可以吃吗？我可以吃，我可以吃，不是同队啊！过去一起吃哦，要把他打掉哦！哎，不能跟一起吃，不能吃好雨吗？你可以打翻他那一锅啦！掉了，我被毒死了！啊，我在上面。因为我们两个组队，怎么可以组队？这个，哪里？怎么可以组队？我们要发起组队的人，谁在追繁星啊？谁来组队？那我们三个组队打他们，我打他们。打哪个？哈基在上面，哈基音乐在上面，哈基音乐都在上面，哈基音乐都在上面。你们四个打他们两个，这样我们也在组队啊，白痴哦。没错。好吧，不然你们二嘛，自己分好了。自己分队。音乐在下面，音乐在下面了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干嘛？好少一个哎、欸，你要看下一圈。我碰到谁啊？隔墙是不是？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平底锅打打小雨 Q 吗？啊，他普攻就是。吃个饭啊！好痛啊！我来了，我平底锅啦！我要去吃饭。我要开吃啊！熊开吃，怎么全紫装哎？呀，你们没全紫装吗？等一下，没有啊，我一件装备都没做出来，我没有铁器啊！我跟你讲，阿旺，干嘛？阿布，快发放心，等一下，很毒啊！哇塞，这个圈很小哦，我的圈超小哦，小松鼠好可爱哦，来吃一下。
加分啦，加分啦！吃饭呐，吃饭呐，吃饭呐！我还有一个，等一下让我吃一下啦。哎，熊猫五的，不可以吃饭，皇帝大，不要阻止人家吃饭。要出去，熊猫，把他打出去，把他打出去。好不？等一下我喝不起来，被打爆了，熊猫了。吃饭，吃饭，白痴！完蛋了，剩七秒就把你的锅了，剩七秒。啊！我被绑到了，香港会跑哦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哎呀，绑差一点。四十一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41。我要给波波一个赞。我要给波波一个赞，四十一耶。存活生存时间4分46秒。好惨！哎、欸，我拍，我看过，我自己要伤害。哦，你们现在回到大厅上面那个勇士那边可以去试角色。哦，令人好生气哦。有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左边那个统计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。统计资料？哦，他跳出组合包要氪金呢。氪什么东西啊？算游戏技术。我满等是15等的。很烂游戏，其实我、哦、这很可爱。但是那个你大厅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准备就绪啊，你点它，然后预设，然后你可以用推荐的预设装备，就不会到时候推你一大堆东西，你不知道大家检查。嗯嗯，这好像不错。哦，他可以自己设定预设、哦。对，他可以自己设定，或者是用别人预设的。哦，他有别人预设的、啊。有比基尼造型哎，推荐预设在哪里？在大厅准备就绪，然后预设那边。对对对，你可以每只角色帮他们调一下。对啊，你里面也可以去设定，就是地图，就是你要一二三四五要标在哪里，那可以都可以设定。哦，准备就绪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他角色其实真的还蛮多的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很多共享，哦，有好多人哦，超多超多角色。这个就是要去查 OPGG 啊，不是吗？就是以共享嘛，以共享就是 OPGG 啊，OPGG 嘛。对啊，制定 OPGG， 制定 OPGG， 这个角色应该也是可以用游戏币买，可是游戏币感觉赚很少，嗯，感觉超难赚的。哟、哦，好酷哦！嗯，算了，我们都在讲其他的东西，其他游戏的东西，我们好像，可是有时候真的很像，别这样，一摸摸一样样。是有人预设装备是金装是怎样？金装其实有的不难做。哦是哦，对对，金装你只要看它的材料，不要绑那种，有一个什么风暴龙哦，风暴龙不太好打，但是如果是，比如说它只是要贤者之石什么那种，就算好做的东西，因为贤者之石就是你打所有的，嗯、就蛮多东西都有低几率掉落。嗯美丽呀，哦，真的很多 skin 哎、欸，好好笑。哦、我怎么在那个那边找不到这个角色？哎呦，左边就是他，可能在你下面吧。左边要先找，看到了，对，有了，哦。哎呦，他好多哦！我看到有一个推荐叫做巨人吧。到底想怎样？再想听什么名字？啊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。啊！我说按到跳到外面了，吓死人！好了好了，我选好了，我想好怎样用。是我们进来之后是卡住的画面，真假的？我没有、欸，不是会到试炼场啊，然后就什么画面界面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右键也没反应。哎、欸，地板有点动呗，试试看。升等喽！这个是。等下来玩玩看这只好了。更新出 bug， 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动啊。我猜应该是就他今天卡住了。对啊，看有没有跳出的。没有玩过，这是平底锅哎。哦，平底锅很好玩嘞，就一直在那边锤打人。所以他就把人家锤出去，超白痴。哦，这是自己上护盾，可以把人家锤出边界。嗯哦，嗯。我那个蛋糕是超烦的。哦。一直缓速啊！对啊，
而且直接被砸到会弹起来。嗯。啊。阿梦开了吗？还没。所以你们要来打组队了吗？还是大家还要再试一场？我都行。可以啊。What long is try？ 反正他进去，我觉得他进去好像可以跳。嗯。哦。哇，可是打组队他就不能用 AI 了。哦，没关系啊。可以啊。嗯。平底锅，你们是偷这只哦。而是他的组队前期会蛮困扰，就是大家还是一样要捡装，对，上装备会到处飘。对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这个是那个这只感觉好废哦。看了哪一只啊？就是我刚刚一直玩的那只弓箭手啊，那都超级之脆、欸，一下都不见了。都被拉吗？对啊。我那个也蛮脆的。你说第一场吗？我两场都是玩那个啊，两场都是玩贝拉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第一场被我拉和贝拉。贝拉，也是贝拉呀！哎呀，掉杆了。啊，制定场不能做，我有啊。好，这样子，好啊、开打。等一下。吃，算了，随便啦。完了，每天乱吃啊，随便啦，随便。那这个游戏相信不合啦，没事，我才不合吧？41:46，重新比分。哎，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队伍是这样排吗？我们上面一队，下面一队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是好，这样是不是？他、啊、不是两个一个吗？对啊，所以月月就是跟哈记呀、啊。我跟波波是不是？对吧？啊耶，有耶，那就可以了。Oh. 好，那我就开始哦。来，好，没有 AI 了。来，随便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请菜啦。就是还有跟随吗？跟随，我成为跳跃大师。我要选哪一只？跳跃好了。哇，这只好，这只很酷哎、欸。哦，那、啊、你们选那个中间那个有一个指标上有一本书，要选到你刚刚那个推荐出装的推荐。哦，我就直接、哦、有。卫生纸。哦。牛。啊，随便的，还是这只的。这样子，这样我们跳同一个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看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跟你走啊，应该。没有你跳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跳、啊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先到这里。我要去那个头什么？好，可以。他被挡住了。好，那就走了。好，那边可以，那边可以。你是很上面右上跟水耶、啊。我也在那边，走。好、啊，那我们。因为我们大家全部都在一起，在一个地方，没有？不会这么近呢、啊。啊，他们好像差不多在这边跳了。哎呦，这个假的啦！真的假的啦？很多人。我这边有超多人要。好像有哎、欸。哎，不是吧？哎，我们没事哦，没事哦。哦，我没事哦，好。对，他们在另外一边，啊，你第一个也是要在这吗？我第一个是要在上面，我去对面上面。你这里对不对？我去右上。对。我也是这里。哦，这里有你要的东西吗？打地图，没有打开地图点左键啊。就是黄色星号的。哦，这边其实没有。对，这边蛮多的。没有没有的话，那你看你要不要先去下一区？我们等下再会合。来。哦。叮。啊！但是如果这边可以，如果遇到其他人，可能要先跑了。哎、欸，还是有电脑啊，还是有电脑哎、欸，中了还是有电脑，这有电脑了。哦，我觉得之前不能开，之前只要组队就不能开了。哦，他后来有那个，好不好？活久一点啊！哈哈，不要再被电脑杀了。来，现在波波，我捡好了，可以跟你走了。来，你看你要去哪里？我是要去我那个啊，图上的一啊。对，可以啊。哎，那个绿洲，我们先绿洲啊，绿洲你也先去有点东西。好，绿洲，白痴哦，你全部都讲出来了。没差啦，当然是。我用地图沟通啊，哦，真是。那打是不是？哎，真进不去，白痴哦，那是哭啊。他还会呈现倒地状态。残血人，让我。对啊，你要残血杀救人。都是共有的，你走不齐呀、啊！有东西你不齐，你喜欢用走的，你背我好了啦。那
个跟你们讲一下，如果你们队友死掉的话，可以到城镇的女神像去复活你的队友。好，还要抢救人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复活的时候，他会是空装啊。哦，简古就一样，就一样一样。我懂简古什么？啊，怎么有人？哪里有人？电脑吧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婆婆先来拿这个草。来了，我来，你撑住，撑住。打人很痛啊，是打人超痛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个草。加他快死。做卡片啊，卡片你三张都做完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你可以里面看一下有没有你要。我好像没做完。他们做卡片，他们做卡片。我可以做超多卡片，你要发生什么事？一堆。你做有信号的就好了啦。你也只能带三张啦。我这边，等我这边收集完了。啊，我还没，我快了。我先你刚刚那边。对啊，你可以去看你那边有没有我开的，然后是你要的。哦，所以这边很重要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再重都要。没有出席才要，就跟我一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刚才是到处跑，然后全部都在圈外，超好笑。我这样是三张都做完了。有，你三张都有了。干嘛？不要过来。我刚剪完了，看你要什么就可以去下一区。你剪完了吗？那你要不要先去下一区？其实杰伦可以去下一区了。一起啊，不然我等下没收，你要去复活我。好，你看。哦，好烂哦！你身上都没东西啊！哎呦，好烂哦！好烂！哎呦，你好烂哦！你好烂！你好烂哦！我们做传送门吧。你要不要踩小麦啊？踩一下。要去这边呢，有点尴尬。那快说了，快说了。对。怎么没有我要的啊？你要传送门走过去吗？对呀。好。来波，你有要什么？我要准备去那个了，也会等更高了。去哪个？龟龟，你不要，你按地图点左就可以标。来，这里是我要去的。好像没有了，这好像。出发！来传送，哎，采草，采草，我们去采草。好。我现在只要到这边了。哪里？我地图有。哎，等一下，该不会你们上一场有传送门？我们好像是一样的哎，我是要去那边哎。对啊，要打是不是？好来，上一场都是用走的。慢了耶，等一下我东西丢一下。你有哎？看包包，没有信号的优先丢吧。如果它全部都是信号呢？全部都是信号，你就只能看你先做什么，消耗掉了，太尴尬了吧。你就先丢着，然后看你说记得位置在外圈。对，他是我记得在圈外耶。那你就没救了。你就不好啊！哇！哦，我的卡片直接紫了耶！哇！我被剪光了，被堵住了。啊，这个要死！我去捡上面的香蕉。上面应该那边还有了。嗯。我刚刚想要去，他应该是叫我们来拆啥东西。对，我刚刚在看我要做啥。你剪，你剪，剪剪，我的差不多剪完了。好，有东西吗？哦，有。我想办法来往下看看好了啊。哇！哦，绿灯啊，绿灯啊！我这个是会有那个耶。吃毒？哎，我们在没吃到东西，在圈外了。走，我这边，你先拿。来传送门吗？耶。啊！我踩到外面死了。那个，你这样按 F， 我刚完全没踩过。还行啊。你这边按 F， 然后点下面。好，我来的。感觉，我的还在沙漠这里了，东西感觉要去沙漠那了。我要打那个。哦，你好远哦，我去这里一下下。去哪里？才不告诉你们呢！啊，讲一下，一起去啊！小气鬼喝凉水，什么是小气鬼喝凉水？跟你们分享，捡个小麦，分享欢乐。小麦在哪里啊？找一下。那你找我先找我装备的东西。好。哎呀，找到了。等下可以分享了。可以。与你焚香的快乐，打到了。过度自拥有是怎样？好像开心哦，基础做完了。嗯，哇，你有加九斧头哎，红色斧头，我都没有。红的是谁？我啥都没有。我想再去旁边的地方采。来，波波来吃东西。来采矿。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法杖。我来，我都找不到法杖需要制作的。
你可以点它左键，就是那个材料左键，看它哪里有啊。我看一下哦。单挑狗头人，坏人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先吃东西啊，波波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啊，没有我要的东西。有了，我有我的。我还缺那什么？你要里面沙漠那狗头人打一打哦，精华都缺啊。好、哦、啊，干大不再见。来来，完爆了，白痴啊！这小麦，有我有要，对，小麦啊，有我要的。哦、好忙哦，这游戏。好忙哦，这。你越 OK 了吗？我找不到，我要的矿，但是什么是有啊？我有四个法国面包了，你先拿吧。太多了，啊，小麦田要收一收哦。谢谢你帮我们收。谢喽，谢喽。我们要从你身上拿。我有四个了，我有四个了，走吧。你有四个法国面包？对啊，这都没有我要的了，可恶。你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个营地那个、啊。这边还有一个田，这边如果打勾就表示你都收。你赶快拿，你赶快拿。哎、欸，布布，布布要开了吗？布布跑走了。啊，在这边。不走了。我现在这边缺生那个啦，现在还有缺，看一下哦、喔，缺火种跟生命精华，这应该还有吗？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。我的风精华还有缺，再打一下。好。好布全来了。好布，我的包满了。好破，缺一个风跟一个生命。那这是生命的话，其实可以砍树之类的啦，我们可以去砍。那再打一个风吧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我说细致这个细致镜头，细致镜头，那做什么相机啊？有了，走吧。好，我只好要去这边。好，啊你嘞？你也是在那边吗？那边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去捡那个，啊，走，你带路，跟你走。我知道我们屁股后面了，白痴。哦呦，哦呦，啊，你赶快开。派，哪里走啊？啊，伯伯，你等下可以来捡这个紫色的这颗。哦，药草，需要药草。叮。我缺这个，你有没有生命精华、啊？哇，这边小麦精华，么多的没有哎、欸，你去打、啊，你帮我你点这个，嗯，捡光，生命精华哪里有啊？哦，这有啊，这里有，哪里有？你直接在这区就有了。哦，打个怪呀、啊，尸体，后面有电脑，我打他，好打，打完了，快做了，反正你是缺什么？我这边都拿完了，刚刚他们都开炮开刀了，我最后是要来这边、欸。好，我拍谁？我捡到尾刀，好，那过去吧，顺便拿一个。我要生命精华在哪里？我要上去上面哦。好，捡一下，看去我踩一下药草。混一混，快要跟你混。史莱姆也会掉啊！我一直往你这边走啊，拜托。小麦一直不过来，差点被打、欸。哎呦，我就一直拿不到我要的东西。史莱姆，我怎么没看到史莱姆？对啊，我也没看到啊。啊，不然就捡草吧，草也会掉啊。不对啊，这个我拿完了、啊。诶、欸，被打光了是不是，草。嗯，河里面。哎呦，捡到一个。你去这里、啊。等一下，被我做掉了。我也要三个呗。我，你看，你要看我的装备，你要看我装备。下来了、啊，好了，跳了，吵架，这个气氛对了，这气氛对了，气氛搞起来，可以，搞起来，我们是队友吧？来 ，OK， 这样才对嘛？你有树枝吗？哇塞，我砍树啊，来啊！有我在砍都没有砍到树枝，我都砍到。结果我是一般的木头，做错了。你到底是？他有呀。这个拿的东西还做错，到底就是真正的气氛搞起来。那你这里来我这。房子里面有被电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来了。啊，那个电糟糕了。我需要那个啦。哎，不是，这是柏树。柏树去砍树啊！我来了。我这边结束了。嗯，我现在还在收什么树才能砍啊？树的树都可以砍。有发亮的才可以啊。我现在缺生命精华跟刃根，刃根好，哪里有亮亮？
有那个、喔，有人，看到看到还有人哦、喔，在上面，我没有吧？这边都是，是谁是谁？我这边那个，哦，这里有啦，哎、欸，等那边，等那边，那个来了，好，我来了，然后我要生命精华、嗯，好了好了，等一下有看到再给你的。谢谢，吵死了，想跟你了，要求超大，拿好了，可恶！我要那个皮带，讨厌。生命精华下面还有一个，好像有人哦。嗯欸、上面有人砍树，应该是他们哦。我啦，怎样？啊，那边哦。哦，这里有生命精华，你不是要？有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小土精华。嘿嘿穿的很薄，砍树喽！这个啊，这种发光的树可以砍啊。这个是不是他们啊？对对对，那是他们，那是他们。安娜，完了！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！现在是土精华哎，哇！全来啦！精华在三号那边，有点尴尬。我刚刚居然没捡到，我赶快过去了。血精华，哇天哪！血精华，血精华。我都是风，我还有一个血晶。你看到啥、啊？捡到贤者是死。你外顺便看一下工头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哎，对我坐席哈，对哈。啊，不不，那个药草捡一捡呢、啊。还有五十秒，那个也会有那个生命精华。好、啊，好忙啊，对吧、啊？你要不要红水？你要不要喝一下？你的血量一罐，你就把它喝掉啊。怎么一直会没有满血？我看到有。你怎么没有满血？对啊。哎呀，这边都这边已经没有了。你要吃东西吗？我有。我有啊。装备为尴尬。这边空投。我要。你刚什么都没看到。有我看到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哎呀！来来来来，我们要的吗？这个也没有我要的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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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大腿跟大腿跟大腿。Field will be activated soon。好吧，看来我只能用这个装备打了。我不因为我剩下都是缺那个，哎、欸，帮我小心这边有那个，那个去打架，哎、欸，你的血没有，危险区域不要被电到。好，那我先吃。有哇，缺一个手环，我一个普通的手环都没有，笑死。我们等下来开个饭好了，波波。好、啊，他想开饭啊？崩啊啦！啊，不然你吃肉干嘛？啊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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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那个动物是哦，好，可以，这个里面什么状态？哦，上面有人在，他们在上面。我少一件装，我想。怎样啊？怎样啊？赶走，赶走，赶走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好了，哎，绑到了。嗨，这好多第八题。哎，这边有人，这有人哦，好脆哦！有人，有人，哎，你们好烂哦！哇，好强哦！哎，有人，有人，藏在里面，藏在里面，不要被碰！你也不演，你也不演。我两个就这样被打爆了。对啊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哦，我太软了吧？看一下啊，哇塞，你屁股屁股太痛了吧？超痛哎！我，哎，我差一点点，我差两个装。你看一下还有没有？对对对对对！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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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超痛的哎！你们站太近了，我直接融化哎！超吃饭吃饭！边界来了，边界来了，边界来了！哦，可以做了，可以做了！啊，快快快！有听到吗？还敢吃啊？被电吧你们！还敢吃啊？剩下那个了，你们来打我们的！来来来！直接融化，空的空的，难玩。别人，我怎么抢到两个装备没有用的？这个装备用不到，真的我操！啊，真的我们做妖精，真的假的啊？哇，你怎么保证妖精？怎么这么嚣张啊？洪水丢下去居然没捡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，哎，是我吗？是啊，是你。对啊，啊，我刚刚不小心把它丢出去了。先捡回来。在哪里、啊？他应该忘记在哪里了。对，我已经忘了。没事。等一下。不要跑！像这种饰品，哎呦，装备没打。哦，有了。他们在哪？他们在哪？装备好难做。猜猜在那边呢、啊？干嘛？我们绕一下，我们绕一下，我们绕一下。我们在圈内，所以可以找个地方蹲一下。啊！圈内，圈内找他们。来来，迟早都要进圈的，早都要进圈了。卡片主要是被动，是不是？就是打架。对对对对。
哦，哎，哦，左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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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面有野猪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好猛哦！有，我看到那个，我看到那个，这边，这边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绑绑绑，没绑绑，没绑绑，打架，我要烧死我啊！我要烧死我！哦，绑架，哦，绑架，哦，痛痛痛痛痛，哦，已经倒了，已经倒了，直接蒸发，哎，我要烧死，直接融化，哇，超扯，好痛，杰瑞是超痛的。5000痛痛松鼠，直接两下我就剩下血皮了，超怕每天啊！对啊，这只好强哦，这很强，这是 combo 就一套的，好扯哦，太强太强，好游戏，好游戏，就打一个，每天玩的打一个就好游戏，你打到一个赞，我要再试一下角色吗？你真的随便玩的，不用试角色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们可以试，再试一下，还是真的可以，没得试了。我想玩复苏季风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真拿复苏季风。那我们可以三个人的吧？好啊，三个还是四个人的啊？真三个人，大家整三个，这样缺一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就看看怎么玩。整一啊，整一啊，他有帮他如果自己电脑，他会帮忙补。我是觉得不要指望他，不要指望电脑。你刚跟电脑打过架，你应该知道电脑的能力。基本上一个人的经验跟没有是一样的，跟没有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有人被电脑打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吗？欸、这个吗？哦，原来是安尼算的。哦，复苏季风其实还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还有人没？小雨，那小雨来啦。然后、我刚才，我刚才测试复苏季风，是小子。也可以笑，没问题。我就再继续跟波波奋斗。真的？还是波波你会不平衡？没有啊，没事啊，这游戏就是。我哎、欸，我四十一耶，我很强哎。不是，你知道知道，这时候我们不能怪这群人。我在说杰克没有来玩的关系。哦，杰克。哎呀，哎呀。好，走了。好了哎呦，我四十一，只有我可以四十一，我超强。你超强。你要选什么？还是波波你要选一些？你要选哪只？我玩这只、啊。那我你要玩这只、啊，那我辅助你们。OK。我疯狂转你会看到我。你真好玩，你真好玩。你要玩那个吗？好啊。那我要这个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那你玩那个可以。这个。全部核心在里面了。哎呀，好像会爆！三个包，二包，算了，二包一战术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不用怕，你那只打很高，可以的。没事的。完蛋了！啊，不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战术就是完全不打架，我们要来这边。啊，我们飞到最后，飞到最后。哇，好远哦！在哪？还是我，他不是有一二三四？我要去那里。就是他会推荐你说你第一个去哪，那我去那哦，白痴啊，我飞不到那边啊，白痴 ，John Master 是不是飞不到？我飞到，飞到，勉强。你刚是说，因为第一个应该也是要来这，因为我刚刚玩你那只第一个也是要来这边。Coin Master 还有这边有 Coin Master， 好像有一组人跟我一起来了，是电脑吧？我觉得是同，不要这里是哪里啊？快点吧！哇，你们那里是不是很刺激、啊？你们很刺激耶、欸！七等狗头人啊！哇哦！哦，我知道那里，我知道那里，那里很可怕哦，他们自己会打人哦。没有房子吗？有。Coin Master， 原型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这附近有敌人呢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还有敌人？还有敌人？对啊，还是电脑？哦，原来是在这里哟、喔。好像有人呢、欸，是谁啊？哦。没事啦 ，First Bra， 他是 Bono Bono 哎 ，Bono 妖熊，他进去我放，哦，加护盾，哎，有人，有有有，刚刚有人来过，我说过，他这边在干嘛？缺个土精华，还有个土精华，哎，左下角，那我也缺，
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搞事情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啊！他们在这，哎，原来在这里啊！啊！我来了，上面，前面，上面！等一下啦，没装备啊！我们不是，全部都在这里呀、啊！等一下，不要！全部人都在这里啦！不要靠近了！看一下黑榜人，不要靠近！快跑，快跑！哇，快！看你要去哪里？扶你！下一局，龙哥，你快点！好，那走！小心！不要不可以！好！我帮你挡。没事，阿弟拉倒，阿弟拉倒，阿弟不要绑到。没有，你们不要打我们啊，打他们啊，我们两个人啊。啊，好吃！哎，打一打，没事。哎，没弄到，果然是轻伤三刀，三刀。阿弟打的慢，打他，截了。阿炮，阿炮，他刚绕远路了。对，没事。要绑住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要等招，滴滴一下，他夹给冷哥了，冷哥，有，打他，你还补起来，小心杰瑞，打杰瑞，小心，吃蛋糕啦，有，一个倒了，小雨，是，我在前面，打啦，哎，应该不，好边缘，我也倒了，是你的，喂啊，哎，绑一下，哎呦。剩你了，先拉地，可以拉人呢，可以，再爬的话可以拉，没有电脑还打得很开心，没拉到感觉，对，没拉到，你拿，圆你拿，救命，你拿，The magnetic field，可以，就，有了。好了，婆婆我剪完了，你好吃，下，音乐快吃，我三张也做好了，不行，那好，我剪，其他的你有要吗？没有，那我们走，我放大，哦，你有大了，我还没有大，我刚起来说有点，我跟着你避开，对，因为你小心点，你后面有 AI， 有AI， 揍他，揍他，这个可以揍，用抛手，好，哎，要我空大，我要，等一下，我两秒，等我一下，好，没魔了啦，小雨，我超多，你们是，走，啥呀？有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没东西，他夹给冷哥了，快，你们在打 AIM 哦，真的是 AIM 哎，超好笑，白痴，他没 AIM 啊，哎呀，头拿，哎呦，跟王差不多，这一区也差不多，我这一区都没拿到啊，白蛮缺的，我什么都，你们都打完了，不是已经差不多了，对，我在上面一点点的地方，复合面对。复合已经成盒了，你有没有人可以复活吗？死光啦，快收完了。棺材复活棺材吗？城镇里面的那个，都死完了，他们三个都跑了。可能要他们三个人各端了一个棺材过去吧。扛棺，三人扛棺。太白痴了。嘟嘟嘟。哎，怎么都不是我的东西啊！我的天哪。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有没有，还有没有剩？不然就要打乌龟。我要打这个乌龟。好，打婆婆。这时候就是姜饼。跑跑姜饼人。不是啊，姜饼人忘记了。好烂哦！你都没捡到、啊。音乐好痛。我都做不到我要的装备。是松鼠痛还是什么？我松鼠跟绑组合都很痛，两个都会很痛。
我还没有搞清楚我的技能就在打架了。你就一直对啊，你一直不用搞，你那次就全部把东西丢在那个人面，丢、那個、在人家脸上就对了。对，那次不用管，那次不用管。啊，波波来，波波来，干嘛？给你这个、啊。好，有钱吗？没有了。小麦啦，小麦捡一下啦。小麦有了，做一个紫色的卡卡。卡卡。恭喜你赢过我了，我也是手都没有啊，波波。哦，比我还惨。有猫，你神点魔吧。我超神魔啊！我也没魔。你黄堆怪丢技能干嘛、啊？我木炭、欸，有点难吧？你打过一点吗？木炭在城里啦。哦。我缺树枝，我不行，我海螺桃那边一定要赶快弄到资源，不然我会死掉过去了。不会啦，你看一下，他有其他东西可以拿。对，他是唐飞剑最外圈的优先吧。嗯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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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有一些内圈也是有啊。对啊，你看一下地图。我身上爆开了。你肾脏爆开了？哎呦，要散开哦，肾脏多了。哎呦，毒圈来了，我打不完呢、啊。毒死你们吧！啊不，死吧死吧！我要去这里，气死吧！我打完了，我再逛一下，我再逛。第二区，第二区被封锁了，完蛋了。没事，你先去。我什么没有？我全员才有武器。你就去逛你的嘛。我身上有人空的，这里有人呐、啊。是我身上是空的。我身上一件装备都没有啊！波波，你剩一分，准备好，看到人就跑了。有有有有有有有，都在阴了、欸。没事啊，大家都很惨啊。他真的很慘，想想还有人躺在地板上的。你观察你的，因为是完全震动没有、欸。我一件装都没有啊！我也是啊，我只有卡片啊。我只有一个鞋子。我是藏家头饰。哎，补个鞋。骑车，嗯，骑羊驼，很累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水哦，有给我东西。叮，这边是还没说是不是啊？还没啊。你看那个，就是地图下面的那个倒数啊。没有我用的东西啊，我要生命元素。生命元素。可能要用打的吧。珊瑚树、枯树、树木，终于可以捡到生命精华。你刚才缺边呢？对，你看，要不然先给我这边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原来，哇，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讲到，原来右下角直接点那个图示就可以做快速做东西哦。对啊对啊对啊！你知道从头到尾都是按 K， 然后慢慢找。哇！哦天哪，哇！做出这么多装也是蛮厉害的。你要把满装要抢，厉害哦！我就躲在旁边，赶快按这样。跟普通玩家不一样。天哪！你是不是都偷偷满装？对，玩家感觉更强了，偷光更快啊！哎哇！一个纸条，这边打要不要打一下？这上面感觉我要一个风元素，一个血晶、嗯。打了啦，打一下。哎、欸，原来那个、欸、那个那么打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在打怪。等一下，还在打怪啊？哦、啊，说，我跟你说补给。你上自己打 W 啊，那个盾会晕诶、欸，很痛诶、欸。对啊，这个然后棒。哦，这个会晕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追哦，你在追我的时候，不是要放那个？那就被电脑干掉、哦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生命精华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是血精华，讲错了。哎、哦、呦，我血精华要一个，血精华我也缺，在这边，在上面有两个，他们在山火里，我才在山火里。阿王你也太惨了，我就很尴尬、啊。你去收掉团团呐，团团身上有装备了。蓝色的头冠呢、欸？蓝色，他现在绕单，他现在绕单，真的，他走在最前面。他走。史莱姆王是不是？史莱姆。史莱姆王这个几率很明显了。被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史莱姆王树根。史莱姆王在哪个区域啊？在狗头营地旁边那个沙漠那边。哦。我们去打，我们会有那个吗？这边。有啊有啊有啊，他是团队的。我需要去这边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去那个水可以捡，清水。有。那补魔。我捡个小刀啊！快跑快跑！钓鱼老蛋，来来来来来，钓鱼老蛋，来来来，
太习惯那个了，嗯，死法了，按键发话。我要砍树，我要砍树，我要砍树、哦、啊！对，我也需要砍树。物品栏已满。哦，这个有伤害耶，亲爱的。什么东西有伤害？哎呀，我的内裤护盾呢？亲爱的，内裤护盾，白色、啊。哎呦！哎呦！啊、哦，我要做顺衣粉呐、啊。吃东西，小雨这里完了，他先、啊、我來了他自己在那边偷吃了，他不等了。怎么吃啊？F， 好遥远，不等啦、啊。我离太远了啊！你就这样走掉了，啊！你就这样走了，哦、你要打跟我说一下咩？咩不？对，你看得到没？我的是，我刚刚在看别的东西啊。我缺沙草籽。你缺那个吗？你要那个叫什么的？要这个？那个？你要讲完啊、我看看生命精华、啊，我、哦、差一个，来，完了，包包红袍哦，感谢，但是要先揍死史莱姆。嗯，哎，我们这边是危险区哦，你小心哦。哦，有，这里，哎，我把它捡起来了，白痴。哎，捡，我有，哎。先去一下，先来了，快炸！等下就没得去了，先过去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没上车啊！偷捡个。哦，我差金属，难怪后面都不能坐。走。嗯，我刚刚也是，就是完全没得。哦，我这里有我要的。我要下去那边了，先找。好。他老蛋哦。我们来了。哎、欸，阿旺，你等下可以来我这边，有这个好的。你要银锭还是什么吗？金属。我看一下哦。你要银锭还是铁锭？这边有银锭，我帮你捡。我要银锭。好，那我先帮你捡。好呢。怎么还有电脑活着？有。我们怎么了？电脑活着。电脑怎么？他躲过了我们的追击了。卫生都是骗人的，我的天哪、欸！你有需要这个吗？穿透加加，穿透加加，穿透加加，对，哦，有哎、欸，这都是我要的哎、欸！啊，欸、我电脑掉了，掉走了。完了，我觉得你们这条有复苏季风，复苏季风，舒服舒服，有了，小雨抛季风，抛出了一把。红红的东西了，哎呦，哎、欸，那个金属可能会需要，你要不要帮忙捡一下？我有四个那个，就铁板，宝宝太棒了，木炭在对面，斜对面才有哦。欸、这边还有那个阿芒，对，我哎、欸，对我也需要银锭哎，你们有没有捡个小麦？我看一下，我刚捡几个，我有啊，啊，我也有小麦，好啊，找他拿，快点，你拿。还是比较好玩、啊，他们有三个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说。没有，他们现在两个跟一个啦，分开了。哎，宝宝，宝宝圈，有，你，没事，团变出两个了。圈内说吗？镜头。对啊，圈内说。镜头在外面，这个村庄有。哦。不知不觉，我满装了。哇哇！满装的就是不一样，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。好，拜拜，婆婆。我走了，先走了。哎、欸，因为你缺树枝吗？树枝不缺。哎、欸，我想去砍树，哎，那个细微镜头到底是从哪里拿？镜头要从村庄找。对，哇，刚刚三颗头都团团杀的，哎，这辅助有点凶。真的？哎、欸，真的。我缺木炭，木炭再去牧场好远、哦，好烦哦，包包太忙。那我要补我自己啊，不要你。好爽啊！啊，有机会了，我找到人了耶！我好像看到人了，我来了。刚是谁经过了？对，那我们是资源不妙。没事，他身上好废哦。就是电脑那，他们看到电脑都不会有东西。还有人海压制，因为吃这个红牙，吃这个红牙。我来了。他们在这里，等我。他们在这边。来了。来了。啊，不，他走了。
我记得他们刚刚在这里。好，看一下，那只猪，那只猪，上面，上面，这边，这边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这起，这起，寻找系统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咪咪咪咪咪咪，上面，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看到，上面，来了，上面躲那里。哎，这里有衣服穿，要定住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关啥？穿衣服啊！打架喽！绑起来！来了来了！走走走走走！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人。我们本来就是三个人。对，你们角色很像，但是差了一个人而已。对，差了一只。哎哎，上面上面我打宝的。对，上面有妖精，上面有妖精。我丢个大，丢到了。吸到吸到吸到了，吹出去了，吹出去了，吹啊！不要吹我了。绑到！喂，有中到中到，快睡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快回来！不要跑！啊，被定住了，我被定住了。没事没事，快跑快快跑！快跑！我有吃到我自己的加速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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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在这里，在我这里，快！有哎哎，走！他跑出去了。把他抬出去了，追他！啊，我不是啊，你没有走进来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骑马，我们骑马。他在边，他在圈边。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他在圈边，在圈边，在圈边，在圈边。他在这，他怎么还吃饭的？好想吃啊！哎、欸，哥布林也跑进来了、欸，又宝藏猎人，宝藏猎人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你没有算了，算了，我没有算了。哎，乔丹，乔，乔，哈哈，还没 Q 到啊！哎，吃蛋糕，推你，吃吧，你的，不要跑，我推，吃蛋糕。啊我我很努力的，你直接一个完美击倒出局。我都以为想说你会直接走进来，只要你中间回一个头，直接被弹出去，超好笑的。薯条，你干嘛？哇，你们两个伤害超高的。一万，一万。哎呀，哎，这只好玩哎、欸！哦，好累哦，天哪！那只的控场招有点多，嗯，哎，救命！有升等了，最后一场嘛，然后我来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改的。好，好，来个快速场，你看要不要什么什么跑速什么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想说来改这个啊，玩一个好玩的。好啊，冷却就是他的额外技能，冷却是。道具 CD 吗？道具吧，因为他的技这个条不知道是增加还是减少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可以中离啊。等一下，迎春活动，嗯，好、啊，有代码了。我先上个厕所，你等一下。啊、好，哎、欸，他右下角那个什么失误100，那是什么？划拳呢、啊？我才想，哎，完了完了，没有没有没有梦。熟练度啊！什么熟练图？熟练度有啊！现在是一对一对一啊！还要玩爆冲的，我去上厕所。好，那我也去上厕所。广告。哎呀，这游戏真的太有趣了！烂游戏。好累哦！哎、欸，还是等一下统一选一只角色、啊欸，也不错啊。哦啊，好像也可以哦。哪个最好笑？平底锅。平底锅打他。好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平底锅打很久哎、欸。他有钓鱼可以调啊。哎、欸，钓鱼好像也蛮好玩。钓鱼蛮好玩的，要不要？嗯。就那个叫草。他叫草。额外技能跳是加大就会增加那个。哪个？没有，就是怕说你。加下去反正是反效果啊！冷却趴数啦，它不是加那个时间的，它是冷却趴数。所以点高是冷却，点高是减冷却。对，那我就把它都拉到最高好了。跑速也最高呀。
额外复原，跑速也最高，跑速200趴，坐骑200趴，坐骑200趴。召唤时坐骑召唤时间用最短要不要？对，是要200趴还是零趴？马上上马，还可以、啊，它才有坐骑移动速度，视线最远啊。挂机跟攻速要调嘛，还有伤害，这个就不要了吧。那个我觉得还宝箱开放时间，最短最短，收集时间最短，最短直接一摸就开。那磁场你们要久一点还是點？磁场还是就原预设就好。磁场啊，收圈收圈，快一点啊！预设吧，或者快一点，快一点可以、啊，快点搞不可以两场、啊？快点也可以，反正大家如果吧，收很快跑很快应该58吧。就是，刚才说一个人说快一点，一个人说五十趴是，没有就快一点啊，快一点啊，多五十趴吧，是吧？五他说多五十趴哦，好好好，走了，好啊，都选潮啊，统一钓鱼是不是？选钓鱼是不是？又下那一次，又下钓鱼哦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大家一二三四五的数字全部是一样的、哦，行啊，可以啊，右下右下那个右下有一个老 baby， 那个潮潮对的潮潮，他很潮，很潮。鸡蛋选择哦，好，他很潮，选好了，就是大家应该是都跳同一个地方了。我也觉得呢，那我们就是先看到潮以外的人就先揍他。啊，对，啊啊啊！哎哎哎，潮你好潮，这给你这给你。哎、啊，几乎都是在，哇，好多几乎都在下面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矿工？没有，他的一二很远耶。为什么我们看到他的一二声在哪？他一二在矿工右上角。矿工跟酒店嘛，然后再酒，那就去矿工啦。矿工玩仙女湖拿卡片，再去酒厂。啊，组队啊，组队啊，组队啊！我是不是有关到什么东西？我看不到一二三四，或者是那个他选择哦、有可能你选的那个他没有标一二三四，对，预设的他没有那个预设、哦、才有。哦，我的掉了，掉了。哦，好像太早掉了，太早掉了，掉了。你摔下船是不是？我在空中快啊，空中升等，空中升等，他自动经验值也有提升啊。啊，我几等了啊？预设开始是15等吧？哎、欸，哦，没有没有，哦，走好快啊！谁要枪快的？开箱子也太快了吧！哦，走好快，好开心哦！完了，这回不去了，完了，这回回不去了，快打吧！哎呀，打我！哎。可以打人，你怎么可以打人？有人顺手打下去了，那没了啦，都没了啦。哎、欸，我有在揍我，我打不一定哦，打你好痛哦，掉在哪里？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刀枪，我要逃跑了，我要逃跑了。是什么招？拉弓，我都还没看我技能是啥。伊斯拉，伊斯拉，伊斯拉，杰、欸、瑞。哎，还有，哎，你们剪太快了吧！我说，哎、欸，等下，这个技能没有 CD 时间呢、欸，技能没 CD 呢、欸，快到没 CD 啊！对，可以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我一直挂、啊，一直挂，一直挂，这是在打有护盾呢，这是高肥了吧？那难怪刚刚那个刚那个掉，难怪这么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很强啊！刚刚那个一路跑哎、欸，我想说，我怎么可以被推了又推，推了又推，推了又推，推。没有，你就一直勾，一直勾，一直勾就好。蜜蜂吓死我了！到底在干嘛？怪物跳一跳跳跳嘞！走好快哦！啊，不用骑东西啊，骑速度一样。哎、我想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骑坐骑其实也蛮快的。差不多速度啊。啊，对，那就用走的就好了。对啊，用走的。啊，好烂哦，这里都没东西。耶、yeah, ，我神速都被开完了。做卡片，做卡片，完蛋了！我不知道怎么跟电脑打哎、欸。U W E 全按啊！哇，这里全部收完了，太快啦！哎呀，有收完了是太快了吧，各位？被收完了啊！不对，欸、这是什么？外面 N P C， 等外面 N P C。哎呦，妖鼠鬼哦！你先冲啥？啊！哈哈哈！嘿，嘿，嘿！一直攻！哇，怎么赢了？不是这个就一直疯狂点啊！对啊，而且他一直他会有一直盾啊，盾会一直有。欸、对，所以我才说是很猛哎、欸。哎呦，我这血会很快呢。对啊，一直有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直接，你们拿 W 去打怪。不
下不来。哎、欸、，NPC 也死了，碎啦，碎呀、哦，大风吗？也不会没魔啦，我、啊哦、会没魔，我以为连魔都没差。那这样还是要稍微、哦、看来要把魔给调一下，还是要克制一下。可是有调回的速度变快了、啊，所以回魔其实也蛮快的，还是会蛮快的。嗯，刚打完架，现在没魔，现在已经回满了，赞呢、喔！对不起你，那我突然变好玩，那个阿福快打，好好玩哦、喔！突然感受到这游戏的有趣之处。原来阿福快打就是这样子啊！挑战风暴龙喽！好，我不做装备了啦！啊，你们两只！是电脑吗？我两只电脑在跟我打架。在哪里？你是战神，你那只是战神。没事，他们都死了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啊、就是把他们打飞，他们就下不来了。你是战神，他们就死去了，他们就死去了。啊，没有草。哎、欸欸欸，杰瑞，你把他打一打，他来咬我了。哪有？他是那个直接，他是主动的。哎呦哎呦，电脑，电脑电脑电脑。这打架，哇！这个蛋糕狂砸，好可怕！对，那丢到你下不来吗？蛋糕在哪里啊？我去帮你。葡萄园？没有没有，一样那个狼森林。好，哪里有铁剑？哇，这圈也说太快了吧？对对对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别跑，把他打了，来了来了来。哎，够够够，来来来。放敲一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没空到，很痛吗？啊，不要揍我啦！圈来了，圈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揍我！快走快走啊！各自的，各自的。好强、啊！谁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不要抢我！快，我打快。出去！哎、欸，看到人直接敲飞，他就下不来。这个毒也太痛了吧！好、哦，你就直接 Q 跟 W 一直疯狂按就好了。对、啊、，Q 跟 W， 对啊，你就贴到人就狂按就好了。哇、啊，补品也不用捡了啦。完了完了，回太快了，不需要。已经剩12个人了、欸，被雷打了，遭天谴了。屁啦，连这个圈就啊，我怎么啦？魔法你有是不是？我捡你，我捡你的，哎、你快！哎、欸，等等等，全太快了！我还突然做错钟，刚手抖点到，可恶！哎、啊，全太快了！哎、欸，字跟木的东西都在下面呐、啊，要修哦！已经没东西可以做了，完了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我们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等一下，耳朵不是飞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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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吧！电脑啊！The magnetic field will be activated soon. 好玩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像是我们自己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电脑，还有吗？没了，没了。不能做东西啦！救命啊！去打野怪啦！打野怪！哇，你们还有做很多装备哦，我几乎没做，就做一把剑，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乱跑啊。干嘛？好，润润，来了！哎呀，又来了！还是小麦。有，我好像能收集没有时间让你吃了。对啊。对，我能收集的都收集了，哈哈。哎、欸，怎么还电脑找不到、啊？哎呀，机，你好。啊，电脑在开打吗？嗯，对啊。我们先打电脑啊，先霸凌电脑。先找电脑。电脑好像也差不多了哦。电脑应该剩一只两，就剩一只啊，就剩一只、啊，九个人啊，哦，圈好快，圈超快的，圈一看到就赶快跑了，嗯、啊，不然就会来不及。别开玩笑嘞，那我们就电脑一死掉就是开战的讯号喽。好的，嗯，好，我们先找到电脑。啊，敌人敌人敌人，我。嗨，敌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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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？挂机。
团团全来了，团团，我救你，团团，团团，我救你，那是你啊，快点，都过来，小友救你，你不要，走开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好。啊！电脑嘞，怎么少？他电脑去哪了？哎、欸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不是，我在玩勾肥，这很好玩，勾肥很好玩。你有玩过勾肥？一直勾。哎，一直勾，一直爽。不是不是，电脑嘞。去吧、啊。要说了，要说了。他怎么在偷看电脑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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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脑狼嘞？等等的，等一下。他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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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走。电脑嘞？哪里？嗯？你刚不说喊？啊、你假笨啊！打掉九个吗？我们电脑啊，电脑、欸！完了完了完了！等一下，太快了，没办法了！打架了打架了！打架了！是一样！是一样出柜啊！在干嘛？吃饭呐、啊！人家吃饭呐、啊！哎，你女生是女生嘴这样啊？你还要说？他们在偷吃饭呢！我会动的。哎，毒啊毒啊毒啊！等一下，毒啊！你快给我发！全是我变的。啊！太毒了！干嘛？要让我玩手东西啊？没魔了吧？刚 Q 最爽的。打熊猫，熊猫没魔了啦！没有，等等等等，白痴啊！白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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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痴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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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起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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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你选超好笑的啦，白痴啊！他底下活着啊？还活着？人家吃饭吗？我要吃饭！讲吧讲吧讲吧！有在吃饭，有在吃饭啊！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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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啊加油！你经验夸张！哎呦痛了又痛了又痛了又痛了快跑！不要偷打！我偷吃饭呐，还那个偷吃饭？吃鱼啦！哎，这刚被乌龟咬到快死掉吗？超好笑的，那晕眩。一个，一个在吃饭吗？你在吃饭呐？打吃饭的啦！哎，旁边有人吃的啦！有人躲在屋子里吃啦！有人躲在屋子里啊！阿旺又没摸到你这一点哦，没有吃过，我没有饭可以吃啦。阿旺不要跑，阿旺不要跑，阿旺，阿旺你死了你，你不要死，你已经死了你。还有大宝箱哎，我想看。垃圾。等下我想看大宝箱，来看大宝箱。垃圾总可以把我控在圈外。好，给你看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啊，开好久。你被养坏了，很快了嘞、欸！变快了，又不要七，又要七秒哎、欸！剩三个，有人躲起来了！哎、欸，有一个，啊，那个电脑，那个电脑到底在哪里啊？三个，那个在哪里啊？有人开外挂、啊？电脑，哎，电脑开挂了，白痴！我要吃毒啊！那么痛苦啊！而且你刚拖两个人下水，你很夸张。我靠！我还活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活下来很扯哎、欸。这圈又变小了哎、欸。对啊，越来越小了、欸。越来越小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完了，有人还偷吃东西啊！吃鱼啊！吃鱼喽！一鱼三吃，好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我变魔了，对不起。你在哪里啊？哎，没有啦，吃一下啦。我在干嘛？我吃，我喝个水啦。你吃那个食物，它是在非战斗状态下才会毁的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觉得好笑，又打不死。不行！哎呦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，不可以吃。怨念啊！打不死人，那个是怎样不会扣血？就打不死人，你也太硬了吧！他赌看谁把人家躲在圈外这样子。我刚如果是平底锅就可以了，平底锅可以，平底锅就可以敲出去了，这没有办法。
可是小雨快死了。对啊，快死了。装备差距。嗯，没有装。一次一次。啊！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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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给你饭。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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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十五秒，还有十五秒。控场控掉，控在毒外，控在毒外。被控场了。控在毒外。太难控在毒外了。小雨吸毒比较低，同时一起吃毒，小雨会死。哎哎。都不要打了！哎，对，说了，没了没了！啊，要死了要死了！哈哈，打啊！啊啊啊！哎，还有一个嘞，还有一个嘞！怎么有鬼啊？有鬼啊！哥，你干嘛就打了啦？谁啊？完了，你要输的不明不白了，不明不白了。电脑嘞？哎，出问题了啦！完蛋了 ，bug， 游戏 bug， 无回应了，无回应了，游戏无回应了，游戏坏了啦！卸载，卸载，卸载，卸载。突然打了20000，你把游戏打坏了。完蛋了。游戏崩溃了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差你刚好十点了，差不多啊，刚刚好。休息啊！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我笑的太累了。好啦，这款是阿旺推的，嘿，因为最近也看了很多实况主在玩那种 RO 吃鸡，嘿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啦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广告。哎，早安。